除了总统大选，当然还有立委选战，也是进入最后倒数了。蓝绿两党立委候选人可以说是卯足全力啊。彰化县第三选区立委谢义峰一早就到北斗大市场挨家挨户跟乡亲问好，还有热情民众也送上菜头跟大蒜啊，甚至直呼日前看到谢义峰被民进党对手批评，觉得很不舍。我是立法委员谢义峰，伫遮甲大家问好。双手比二号手势，充满朝气，跟民众问好。国民党籍立委谢依凤一大早走进彰化北斗市场拜票。彰化县立委第三选区选战进入最后关头，谢依凤对上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吴英宁，力求守住国民党立委最难防线。虽然说我们没有说好像没有总统、没有行政院长、没有部长来帮我助选，但是我有基层的民意代表。我们期待在这一次的选举之后，选举是一时的，为民众服务、为民众做事情才是长远的。谢谢蔬果摊老板娘拿出菜头，预祝选战好彩头。谢依凤家族祖孙三代都有人当选立委。2020年在一片反韩浪潮中，为国民党在彰化县守住唯一一席立委，也难怪路上民众看到他都很熟悉。这阵啊，咧人家对手甲摸火，感觉唔敢无？我仲唔敢面呢？热情民众送上蒜头，大喊谢依凤动蒜，还直呼日前谢依凤受到对手抹黑，让他很心疼。不过谢依凤对此只说希望民众理性投票。我们的选举，我们的民主已经经过这么多次的选历练以及选战了，我们应该更理性、更理智来抉择我们就是立委跟总统的人选。立委选战进入最后倒数，谢依凤表示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能不能连任就看民众手上一票。记者综合报道。记得按赞订阅。